女人想念一个男人会有这三个表现。女人天生就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，这种敏感体现在各个方面，尤其在她们思念一个人的时候。而当她们思念一个人的时候，由于敏感的细胞往往会带来这三个表现。一、发呆。女人想念一个人，总是想念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高兴的、心酸的往事，一件接着一件回应到脑海，那种心情幸福而又酸楚。想到高兴的事情，嘴角抽动几下，幸福无以言表；想到不愉快的事情，轻叹一声。当一个女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再疯的女人也会安静，再丑的女人也变得更美。二、忘掉时间。女人想一个人往往忘掉时间，一个下午静静的不思茶饭，不知饥渴，她们就想一个人待着，那个人的好，那个人的坏，便是茶饭油盐，酸甜苦辣应有尽有，五味杂陈，翻江倒海，与她的故事就如电视剧，一幕又一幕，再也不记得时间。当一下醒悟，发现半天已逝。当一个女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再勤奋的女人也变得慵懒。三、失眠。当一个女人晚上想念一个人，失眠便来到她的枕边，翻来覆去，正躺侧身均无法入眠。思念一个人很苦，但很幸福。当第二天起来，黑眼圈仍无法阻挡她工作的热情，尽管昨夜无眠，仍然喜笑颜开。当一个女人晚上想念一个人，再美的梦也无法勾引她入眠，再困乏的身体也无法让她入睡。女人想念一个人，幸福并痛苦着。